活在家被闷坏，马丁放假竟比上班还要累。他现在就是在家里嘛，在家里顾小孩，所以他也可能比较是要出门或什么，所以可能在家里有一点腻了嘛或什么，所以只要我有一点时间，他就要安排一大堆。就像跟上一次的那个寒流来了嘛，很冷很冷啊，他就说哦，我要去野餐。你老下错雨了，你还要去野餐啊？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